Persix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ersix， 我是 Hannah 明慧，我是 Jessie 嘉轩，我是 Alian。哦，刚刚那个就是比较可爱哈，青春，这个比较啊成熟啊，表演啊，对，就是比较老练。哇，你们的歌应该是很 sexy 的哦。没有哎，啊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没有 sexy， 我没有 sexy， 没有 sexy， 嗯，没有啊，你看中间他都不回答，他是准备要点头了，没有，准备旁边主持 ，OK， 我们是中间值，哦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会，全方位，全方位，对，全方位，哦，那我问你，像我知道是韩国的团体，他们的训练超级严格。那我想问，在台湾训练的时候比较轻松吗？我们也有就是偏严格的地方，像我们以前练舞的时候，我们手上要带沙包跳，重就是负重。然后健身不是要绑？当年我在武当山练轻功的时候，我才会绑沙包。到底是？就我们手脚都各绑0.5。500公克，然后那时候跳舞就是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，然后如果没有跳高度什么，对，然后拿沙包要一模一样。哇塞，那个变就是他潜意识这个动作都要一样。对，然后如果没有一样就继续跳，跳到一样。然后我们以前就会手酸到爆炸。啊，很累耶！你们总共训练多久的时间？快三年。三年，厉害哦！每天都这样子过。我们寒暑假是1到5练习，然后平常的话6日2天。那每天固定大概练多久啊？早上8点，可能到晚上9点多，有时候也会练的凌晨。对，还有通宵。我们有一次是练半夜3点到早上5点之类。就是老师说先回家洗澡，然后想卸妆的可以卸妆，然后凌晨开始练。再来啊！对，好辛苦啊。因为我们每个月可能会有验收，然后都会淘汰人。老师是从特种部队出来的，需要业绩就对了。老师没有家，老师不想回家。你们有人想家想到哭的吗？或是想放弃之类的？好像是没有哎，但我有练到吐。体力不支吗？就是我们有一次上肌耐力课，我们有一个课叫炸肌课，然后它是肌耐力课。炸肌，对对。然后有一次我们是一整天通告结束之后回去又在上肌耐力课，然后莉安就上到吐，然后我们就全部就觉得很好笑。你们竟然是觉得好笑？这有很好笑？这也痛苦，好没有团体爱啊。有没有人就是比较会利用时间去偷懒的？莉安，他不是吐就是他的偷懒的方式。No， 是吧？就不是。然后坐在厕所没有，但是我那天吐完我还回去练舞哦。我吐完回去练，然后练到一半又吐。因为我们有时候练舞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，哎，莉安跑到镜子前面照镜子，就在那边这样子，就看一下自己哪里乱啊，然后照完再继续回去练。不是，还是擦吐吧。那练习这么痛苦，那么辛苦，你有没有想放弃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还蛮 enjoy 在对六个人会有很累的时候，但是就是这个工作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好就一起冲这样。哎，你们真的很喜欢表演，很棒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除了唱歌跳舞是你们专长之外，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厉害的技能之类？我的手很软，然后我会人体跳绳。人体跳绳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弄？人体跳绳？示范一次。不是人体跳绳，人体跳绳，用手这样子，我们当绳子。你要慢一点哦。还有还有，小心，小心裙子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哇！什么？厉害！我去挑战一下。小刀老师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小刀老师，小刀老师年纪有稍微长了一点，不太适合做这种，不太适合做这样的动作。对对对，算不是你这个，说真的，这样跨过去已经有点难。后面那个卡住啦。哎，你跨得过去吗？所以柔软度很高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柔软度很难的。你问什么问题啊？你跨得过去吗？耶！有
差点跨不过去。千金沙应该可以哦。来，谁来试试看？可以，千金沙。我哎，简单，可以，继续，继续。真的，他是哪办的？你为什么偷看女生洗澡？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道歉，道歉，道歉，不再扣，不偷看了，对不对？不偷看了啊！原谅他吧，我认罪。那我们想看你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演出。你说你们的舞风都很全方位嘛？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我们今天带来 Blackpink 的 Sour Candy。哦，很难呢，比较个性一点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豆豆，哇哇 ，Blackpink。怎么那么健康？我在南部读书。哦，在南部读书，太阳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太阳。哎，真的是。西晒比较有差了，西晒，西晒时间比较长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最近又没下雨。那你们有禁爱令吗？有有。你们也有禁爱令，所以你们跟詹哥也很熟啊。子豪老师跟詹哥很熟。所以也要他们一起签的啦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对你们来讲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谈恋爱很爽。以后来看啊，好，以后再说。那种心心相连，那种很渴望看到对方的样子。你是不是想跟他谈恋爱？哎呦，我想要。好，那明慧没人抱着来我。我跟你说不好意思，可以了。好，好。那明慧，我好丑啊。明慧。个小呀小苹果，没有，我爱你个无限个，牙齿要露出来啊，红个个个，他好像拔掉牙齿了，太酷了。喂，还有什么？嗯 ，T O O， 哦，嘿，要哥哥给你哭啊，看给我哼哼。会有个什么？最后一句，绿色，绿色，我听得懂。开始，好来，太疯狂了吧！惺惺相惜，哎，不是，看得出来你们这个练习压力蛮大的，好不好？可以放开，好，来，哇哇，这是King啊，King啊，King啊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吓坏了，哎，你们是偶像团体吗？我吗？看到他们整个，哎，我有吗？做不下去，外面的经纪人都在合约在烧了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没有可以抱的。我这边有一棵树。我抱你，不要一直。
不像素，立冬当当树啦。你我是不要啦，他是我喊的。不要太阳，你要慢了，不要慢了。哎，你是在卖身葬父是不是？不是啦。他躺在那里，哦，你要太真相了，他一直动，他一直动，爸爸干过，不是苏兰都掉在那个，哦，苏兰动作很慢呢，太厉害了，哦，他们都没有我包哎，对，真的没有我包啊。